对的吗？你看到沙溢哥了吗？哎，我怕我是最小的，应该。你现在拿到的是飞宇初始的数字。那我最少了，现在。那我先把飞宇撕了，也可以。我先随便保个底儿啊。对。其他人都在哪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又遇到了，又遇到了。上去了，上去。不是你不累吗，陈哥？还好，好保重健康。我知道你肯定是最多，所以我一直在找你。快去撕人！哎呀，救命！喊口号，喊口号！我们是135 Club。我超累啊，我太累了。机会，做第一个超累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把我衣服都撕烂了，烂了吗？烂了，烂了。哦，真的烂。哎呀妈呀，长得挺吓人的，兄弟。哎呀妈呀，我们就这么走吧，还能看得见路。就进去当标本了是吗？我是标本。我找哨只要一吹我就晋级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不然又让他们给我撕了。在哪儿啊，哨啊，我的哨啊，长啥样啊，我的哨啊。看到老沙了。老沙躲哪儿去了？那是有人。花儿，老沙是谁的？现在老沙是我的。过来，他在哪儿呢？我看到他了。在哪儿呢？就在这。雨琦，你走那边。我走哪边？这边。别跑了，我现在少你撕我，你撕我可惜了。演，我知道你演技好，当年《武林外传》很火嘛，你也没必要跟我演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是要挣扎一下呢，还是直接让我撕掉你？你撕掉我了，你就换了，你就变成少的了。我撕掉你，如果你比我少，不改变什么。你觉得呢？你等会儿，我比你少，啊，你撕了我，啊，然后呢？不是，没事儿。然后呢？哎，又搞这些东西，我哪儿去了哥？你别担心，被我撕了，你不用担心。
我已经换了好几波了。我不会就这样子结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谁就要是谁，看到谁就要是谁。我现在不急于找哨了，我现在就晴着了，多也不多，少也不少的，就这个在中间晃悠着，走，咱也走，溜达去。你撕我白撕，我告诉你，我分很少。真的啊？我骗你干啥？天地良心！我先看一下行不行？不行。我觉得，你真的不能撕我。我告诉你，谁分高？你现在是离我最近。我可以走，我可以离你不近，我可以走。你撕我真没有意义。刚才那布透气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我的天哪！我都被自己折服了，绕子绕子绕子，我看现在看什么都像盒子。Please, please, please，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招吗？绕子，那就蹲这儿，就蹲这儿可以了。我生命在你手里，你怎么给我紧盯下去？快！来了啊！哨已被吹响，等会儿吹响了，你最低是不是啊？看一下谁晋级，看一下谁晋级。雨琦晋级了，应该是。好激动啊！你是最低吗？你就这么欺负个老人？这么欺负老人？我是老人呢！真是低啊！啊，陆卡斯，我真的是最低。广旭熙 out， 广旭熙 out。